们看到就他就当啊。哦，我是内鬼是吧？来来来，我给你证明一下，来。上刀钟，营长刀钟，把钟下了，把钟。OK， 又刀了一个啊。哦，射魂怪，射魂了。船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Check out my headshot。有医生。哎呦，皮皮布布 Jack。皮皮布布。白色在这乱逛啥呢？哦，有人要过来了，有人过来了，咱就走。防止被那个啥，防止被那个关门打狗。不行啊，这个我感觉韩笑走位有问题了，看见我他说他怎么不往回走呢？他为什么迎着我走呢？这个监控怎么是亮的呀？谁在看呢？有人在追我。想想啊，我要不要把那个哦关了门？谁关的门？我决定，我一会儿我要看到那个韩笑，我就要制裁他，好吧？是绿色关的门吗？因为我觉得他走位。哦，应该是韩笑刀的，刚才那个镜头有双面吗？青色下没有。我勒个骚，刚发生了什么？是四位了啊！我是警长啊，我是警长啊。那个白色一上来一开局，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。我们俩在刚一照面的时候，他不是躲开的那样的一个操作，他是迎着我上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他是带刀的。其他有可能是内鬼，然后我这边是个警长啊。刚才我在人堆里边当大家的面刀了一个人，如果我是内鬼的话，我不会这么操作的，就剩一个内鬼了。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那个提示。我觉得青色警长可以信任，报一下身份吧，好吧。黄色是丘比特，哥哥有单面，哥哥我想活着，哥哥。黄色是丘比特，啊？里边大姐，到底谁是内鬼 ？OK， 我下一个怀疑绿色，我怀疑那个门是他关的，好吧？咱们看到绿色就刀啊！哦，我是内鬼是吧？来来来，我给你证明一下，来。上刀钟，警长刀钟，把钟下了，把钟。OK， 又刀了一个啊！哦，射魂怪。摄魂怪摄魂了，好玩了。大胃王和我弃票吧，大胃王。不是什么鬼啊，上面人都不是我刀的。湖北小伙又立正了。啊，我原本是没想吞黄色的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服了。我忘了那个摄魂怪了。其实我刚才刀人之后应该报告的。现在是反派公票，一个警长，一个大卫。大卫这样行吧，咱们俩合作，咱们把这绿色投出去，因为那回他的危险很大的，他一个破坏，然后刀一个人，然后破坏一下，然后他端管道，咱们输了。咱们先把绿色下了，大卫你跟我 PK 好吧，这个没问题吧？这个可以，没问题，我信你。哦，我现在我得走位啊，我得走位啊。那大卫我跟他怎么办呢？现在我得做个任务呀，对吧？一次性任务，便利间最右边那个确实是一次性任务。OK， 只要现在他不去我屏，他必死，好吧？OK， 充了好了，咱们去找棕色，找棕色，找棕色。找不到，拉鼠疫，我们把大卫投出去。哎，人机，他把他，把另外一个吃了，你还跟我拼呢？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偷袭